传说在地球上有一座小岛，连神仙都向往。远眺小岛啊，犹如花苞绽放，明珠出海。当夕阳的辉霞照耀啊，好比琉璃映光。人们将这座岛取名为琉球。这座岛上啊，住着两位大家长，观音娘娘与王爷。在他们联手带领下，越来越多神仙来此定居，时至今日啊，也尚未完结。想过在小琉球这座6.8平方公里的岛上，除了小吃、美食、浓浓的渔村味之外，还是一座百妙齐聚的民俗博物馆。台湾有真侪灵山圣地，因为远离都市，地方舒适，所以是真侪人爱去观光的所在。但是你知影无？伫台湾的西南方的所在，有一座神山，唔仅是人爱去的，心灵嘛真爱静的所在哦。我们做是300几年啦，到尾人讲着树大分花嘛吼，树若大着招摇，咱地方就来家己建一个庙不做，来这打这个圣地，啊来建庙。咱台湾文化内底吼，上界珍贵的文化资产，其实就是讲咱有真济啊丰富的这个民俗文化的活动。小琉球这个所在呢，是咱台湾关于嘛信仰啊真重要一个重镇。我们小琉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称号，庙多、船长多、校长也多。但是你们知道小琉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是神仙先修班吗？主座在多所在，内底啊。我这名义何意啊？你有来欢喜无？我该如何做？小弟神啊！咱琉球这块土地有四位长老，因生做慈眉善眼，但是因是咱的角头老大。恁知啥物人无？当你手握这张入场券的同时，有一项民俗话，你绝对非看不可。观音妈的小逼啦！南海中的神仙国度。在冲上！哎，焦哥，你真的很臭哎！我们平常出外景啊，不是刚叫就是假跑。今天王哥，你带我来到小琉球度假哦。今天就带你来到这神仙国度之旅。哦，我知你讲神仙国度的行为，小琉球真足水耶，神仙都想要来度假。安尼讲嘛对啦，哎，我跟你讲哦，小琉球这人口的总数超过13000人啊哦，而且。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岛上面的庙超过100间啊！哦，超过100间，那大概就是平均100个人可以享用一座庙。哎，当然呢，比喻无唔对啦，而且伫个家吼，有台湾看袂到的现象哦。哦，是啥？这里的财神爷非常特别，而且这的脚头老大，管的唔那是人，佮管好兄弟，而且佮管财神呐。嘿，啊，这个人吼，拢有两个妈妈。哦，重点是吼，好，别，莫搁重点啊，你搁重点落去，天就要乌啊。好，紧嘞，你直接带我来去看啦。好啦，好，我来换衫啊。哎，我来换。这座伫咧台湾西南外海新鲜国度吼，因为啊有丰富的生态以及绝美的风景啊，每一年吼拢吸引大量的观光客啊来朝圣啦，甚至吼被称作是台湾的海上明珠。也毋过吼，如果想要好好了解这座众仙云集的玄武群啊，一定爱来去拍婚纱，就会用了解咯。阿伯，你来。小琉球的拍婚纱，观音妈就伫咧遮，你有来过吗？无呢，哎，金州诶，恁来伊只？哎，庄大叔，嘉庆，我听金州讲啊，来小琉球头一站一定要来拍婚纱。对，这是阮小琉球的信仰中心，嘿。信仰中心，所以这观音妈算是小琉球的大家长哦。对，因为阮家碧云寺吼是离阮琉球家上早的，在清朝乾隆元年就建庙啊，啊，所以到今要将近要300年啊。啊对啊，啊头拄啊，啊金州甲我讲啊，来到片红寺除了拜拜以外，佮还叫我来找一只螃蟹。啊，遮的螃蟹是伫倒？这片是我去离遮即块地，人讲遮是一只螃蟹。遮？
你给他看，看到前面，看到旁边两只鳌角，这里有八七高地，这里有尖山。你的意思是讲，我若用空拍机，也是我伫飞机上，我会看到这是一只螃蟹的形状。它的嘴会吐那个泡沫嘛？哦，对啊，唯一我们小琉球有潜水坐在底下，哦，等一下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包括人家这份事咧，伊做咧改变咧，是不？他安怎丢了丢袂到？好啊，你讲这源源不绝啊，这是正水还是海水？你要试看卖啊？那会当试吗？会啊。好。这。安排好福气，咸的还是淡的？淡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喝的矿泉水？对，类似那样。可是它没有矿泉水那个涩涩的感觉，它喝起来软软，就是柔柔的啊。对，带大家来，大家包括都有虾啊。这你后日观音做了，抽到香菇，抽到虾啊，叫饮，啊，甲观音做宝贝来，你也有啊。啊？对，当宝贝讲我要抓虾啊。螃蟹是，然后又有虾子，虾兵蟹将哦。哎，哇，这边来玩的人还不知道这有这个故事，不知道这里很漂亮。对，然后呢，其中番薯甲咱讲，咱嘛唔知这是什么螃蟹穴，然后这里还有个龙目水，我看网上写龙目水。对。然后这要一直保留下去。对啊，生生不息。对啊。真的一样。原来啊，这个金马母婆讲的，就是这块龙目水啦。这是小琉球啊，上较早的正水的涌泉，也嘛是原本吼观音亭的位置啦。既然吼叫做撇分寺呢，我想吼一定甲佛教啊有淡薄啊关联。唔知影吼伫遮大家是拢安怎来拜观音妈的呢？来到这边拜是观音妈，怎么拜？对，应该碧云寺来讲，寺是属于佛教。但是我们家有来拜车诶，拜荤的，哎，对，啊，拜荤的最主要是给这个螃蟹蟹出的，他吃的荤的爱吃爱跑爱回，这个地灵爱旺爱兴旺。啊妈，是哦。所以咱拜观音妈是拜寿喜的，啊，但是咱若拜车的，就是没有螃蟹吃哦。对，这个地灵爱旺哦，观音佛祖的他的灵感就来发挥。哎，对。啊，是安怎观音妈会伫遮发挥哈？好。家乐喜在以前有一个田生，他在底下竹林生态池哈，在牧羊。他有一天晚上，那个观音佛祖去给他托梦，他说他要在这边建庙。哦，哎，所以就在那个底下造一个草庙。啊，草庙的话就很灵感，啊，越来的信徒就越来越多。以前的名字叫观音亭。观音亭哦，大家听到，对啊，观音亭，然后移到上面建庙。啊，听他们老一辈讲，说他们以前有看这边的晚上会出火，出火，按照风水来讲哈，它地灵会旺的话，它一定会有那个晚上可以看到那个火，火是地灵很旺的地灵，火光哦，火光，对。所以观音妈是看到那个火光，才想要在这里住下来。但是第一家拜拜的话，有啥物服务啊？好信徒的。家吼，当时啊，你啊运气无好吼，啊你抽签如果抽到是要遮盖，家嘛是啊有咧讲遮盖。好意思，还要吃百味，心中百味消离好离。奉者天文三地一外星，通天透地鬼神经。真该走，真该走，真走不留情。在奉者本师本堂啊，管理组下界太阳星，三界太阳星，这当当是新人。到底啊，旧历七月时阵会用个祭拜无？我看吼，也是来问一下温宗翰老师啊，来听一下详细好了。
其实咱伫个旧历七月时阵吼，咱知影讲鬼门开嘛吼，啊，这就是因为咱这个阴间吼，甚至讲大开这个方便之门吼，吼，欢兄弟也使出来人世间咧享受咱的贡品吼，啊，咱甚至甲普施普渡吼，所以伫个七月时啊咧，一般的庙宇吼，较无滴甚至讲动刀动枪啊吼，啊。这个时间点就是要让好兄弟啊，会使伫外口安尼吼接受普渡的时间点。哦，啊，你家看，咱若是讲神明吼，若搁要甲咱办代志，可能会动到这个五爷兵马。哦，啊，这五爷兵马伊是兵将啊，可能若甲这个好兄弟啊吼，若伫外口无顺利动到冲犯到，哦，其实有当时会感觉讲安尼，可能会去共搅掉着安尼啊吼。所以这个大部分的咱伫旧历七月的时阵吼，咱通常做者庙宇呢，伊可能会停止办理这个圣。吼，伊就无这些吼，吼，但是咱知影讲，咱伫个生活内底吼，你可能总是会碰到一挂较急事的代志，碰到这种紧急的代志呢，咱就需要神明帮忙，啊，所以大部分的你也是碰到这种急事的吼，神明嘛是会甲你帮啦，所以这个办事这件代志吼，唔是讲按定讲一定拢是无得办啦，吼，只是讲通常咱会感觉讲，卖吼这个好兄弟啊，感觉讲，旧历七月的时阵啊，咱就迄个放暑假拢出来外口，结果阁有兵将等遐伫甲咱。甚至跟约束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咱信用文化的一个现象。其实吼，早期小琉球的查甫人啊，拢爱出海去掠鱼啦，厝里吼剩查某人咧还家啦，有的时阵啊，就无闲卖家来咯。这个时阵呢，就来求观音妈斗三工，卖替囡仔吼求观音妈给收起来做客囝，唔忙吼好有志啦。所以吼，伫咧小琉球上的大家啊，拢甲观音妈当作是第二个妈妈。除了观音妈以外，也佫有一位大家长，伫咧岛上吼，嘛是真受大家尊敬的哦。到底是倒一位呢？哇，总干事，这足气派呢！三龙宫你无来过吼？无来过，我头一摆来。无安尼，叫总干事，请这个总干事替阮来讲者。好，我来。麻烦你。三龙宫的总干事，我们就忘记了。可能面孔一看到就知道。哦。哎呀，去太多庙了，弄完呢。啊，一郎呢？三龙宫的总干事哦。有。就是哦。啊？又是你？我为什么是你？对啊。因为我们碧云寺跟三龙宫是同一个管理委员会，是我们小琉球的公庙，所以总干事同一个。王爷在地，跟观音妈是变大的地方哦，是大家长。对我们小琉球人遇到了大事情都会找碧云寺的观音妈，还有我们三龙宫的王爷。这最主要是我们小琉球，你看我们小琉球虽然6.8平方公里，像一个太极，啊，太极会生两仪，啊，两仪我们碧云寺是坐在乾，乾坤的乾，乾哦，啊，我们三龙宫是坐在坤，两仪会生四象，啊，四象在生八卦。我们小琉球分为四个角头，有大寮角头、天南角头、三板路角头，还有白沙尾角头，分为四个角头，又称为八村八卦，又生八卦，哎，刚好八个村生八卦，对，那还不够啊？对，啊，称为八卦就生生不息。对，琉球乡。小南海这个所在，它就真的是一个八卦的样子，就一个太极了，对，一个太极啊，我知道了。那我们这个三龙宫啊，那跨出去啊，也是面对海，所以啊，这里一定也跟刚刚那个碧云寺一样，是一只螃蟹在这里，对不对？它这里是你远远看来哈，它是像两株凤，双凤朝阳，刚好我们三龙宫刚好像一个太阳要出来一样，双凤朝阳色。你是说这里有双凤，是从外海看进来的，对不对？对对。哦，然后这里就像太阳哦。对。哦。那这样子，总干事你朝我们这里来，再认识这里的神明，好不好？好。哦，红娘。哦，总干事家哈。总干事家足好个呢，入来汤鞋安尼足舒服个，好像回到自己的家。还有朋友家做客，因为我们小琉球人家里大部分都脱鞋，然后再进屋内，所以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习惯，来到庙里就脱鞋。哦，当自己家，也当长辈家。对，好可爱哦。但是如果遇到热闹那个节庆的话，就人太多了，有时候在那边。很多鞋子就会叠起来，
那所以我也呼吁哦，不必拖鞋在庙里这样进来。哦，难怪我们刚去那个碧云寺没有拖鞋子，是因为怕人太多，是不是？哦，可是还是很多阿嬷会尊敬，他们自己想要拖，那你也不会说，要改没关系。对啊，就顺其自然这样就好。丢啦丢啦，为了方便也是这样有必要的。可是我们这间王爷庙啊，三府千岁是哪三尊啊？三府千岁哈，他是除五千岁，还有五五千岁，还有朱五千岁这样。慈无朱。对。跟五五千岁的三尊。五五千岁，他有五五千岁的系统，有三五千岁的系统。我们这边是三五千岁的系统，就是中间三尊。它、是同一样的吗？对对 对, 對。哦，没有李大王，也没有范王。那、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啊？因为他以前我们小琉球就是有一个陈先生陈明山从那个大陆那边带下来，就是带了这三位。哦，就是这三位的生活。对。小琉球三龙宫啊，主祀主持五府三府王爷啦。在咧乾隆初年吼，由陈明山先生啊，带这三位王爷对福建渡过乌水沟。一开始呢，是伫咧碧云寺的地点啊，搭建草庙啦。后来吼，才乾隆即嘛这个双峰雕龙的迄位来。可是吼，这三位王爷的地位啊，伫咧小琉球人的心目当中，到底是有多重要？甚至讲吼，是为着伊啊，无管吼伫咧偌远啊，拢一定爱赶到登来处理咧。明年我们小琉球即将举办一场小琉球人的嘉年华会，那这个嘉年华会是三年才举办一次。我们平常哦吼，平常过年可以不回家，可是三年一次的迎王祭典，琉球子民一定返乡回来更大丢。哦，这个是我们世代传承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阵吼，除了在地人，我们外地人也会来返乡。向在地人来参与，老师你在导览哦、喔，这样很好呢。所以这位郎是小琉球这里的人哦、喔。哦，是我们今天民宿的客人。他们不是要去玩水吗？而且现在天气又好啦、啊。哦，不一定，因为他们对人文历史跟宗教寺庙之旅比较有兴趣，所以特别做这样的安排。像大家这样听了，有比较了解吗？有啊，有哈、哦。嘿，加减对阮小琉球的这个。庙这边拢有一点啊人性。你们等一下，下一站要去哪边？我们等一下要到我们小琉球一个宗教寺庙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重心。啊，我知道碧云寺都叫不是不是，阮小琉球有四角头，啊，这个四角头不是兄弟罗摩的角头，我们这个是四个角头都各有一家土地公庙。阮有四角头四间土地公庙，然后。这四间土地公庙各掌管一个角头，较特别的是咱白沙尾角，因为其他土地公庙拢叫做福安宫，但是阮白沙尾角的土地公庙叫做福山宫。这个土地公庙因有一个特殊的所在，因拢伫海边，但是因拢看山，因为土地公庙也是管山顶的，所以伊拢看山。这应该讲是一种巧合啦。因为琉球的四角头的土地公庙边啊，大河拢有万应宫，也是游应宫吼。啊，这个原因是因为较早这个游应宫差不多拢海上漂流过来，啊，较早咱琉球的土地伫海边并无好种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新民需要用到这个土地，阮这的居民因就真愿意奉献这个土地，所以会形成一个。真特殊的状况就是土地公庙拢看山，啊，游园公庙拢看海。这个就是咱土地公庙管山顶嘛，啊，遮游园公、咱遮的万应公、遮的滨海来保佑咱遮的渔民出海作业，哎，这个盘盘顺风，啊，盘盘万载。这间庙是福泉宫，对，这间福山宫的土地公庙啊，伊是伫清朝乾隆四十二年的时阵。这回甲观音佛祖伫咱的碧云寺内面供奉，哇，遐久啊！嘿，对对对，因为我看这尊介大尊呢，嘿啊，对，这尊土地公伯啊，比阮当初早期只的老辈技术人员，拢称呼伊老君。老君，啥物意思？老君当初是伫嘉庆元年的时阵，琉球发生旱灾，常年不下雨，
哦，阿尾啊，阮的地方属心，搭去请示关佛祖，啊，恭请关佛祖的金尊，那福德正神的金尊来咱白沙尾角大坛求福，啊，果然天降甘霖，尾啊，咱是不是？求福成功，大家拢爱传礼物，来敬答神恩。感谢。啊，伫迄个时阵，煞清晰，福德正神讲伊要留点白沙尾角。当初是这块土地要起庙进前，伊的庙后壁面较早有一江山水的啦，常年不断。嘿、啊。所以讲，当初是福德正神伫遮建基了后，就甲号名叫做福山宫。所以啊，托你讲，民山保佑居民，啊，万仙爷民海啊，就是要保佑渔船丰收啦。大家吼、哦、分工合作，保佑这座岛上所有的人啊，拢会用个出入平安，莫怪吼、哦、会有新鲜之岛的味情啦。也不过吼、哦，也够听讲哦，伫咧三板路角这边啊，也够供奉一尊真特别的财神爷，和咱吼做伙来看卖好啦。来，这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OK。哇，万将将军，万将千岁，千岁。伊的前身吼，伊是讲他是清朝的一个水军的一个部将，因为海战发生了失事嘛，就飘来到这个地方。啊，所以家当地人看到他过来，还有身上还有一尊小神像，所以就把他捡起来家，啊，跟这块石头的底下会遮风避雨的地方，啊，倒倒里要摆安放起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千岁来的时候，是给封这万善爷，然后来在这边啊，经过这两村的百姓。常年这样给他膜拜、啊、然后他的神威就保护着，都让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住在岛上的居民跟出海讨生活的渔民，因为神仙国度里外都有照应，有，所以他们都会请神尊到他的船长在那边供奉。那今天你们真的是择日不如撞日，真的碰到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活动，像，千岁每一年都会一直在不断的在保佑乡亲的一个活动，蛋姐吗？蛋姐嘞，好，等一下。这尼啊拄好，较等下吼，都一个真特别的活动啊，无该留来看一下，免奈会用嘞。原来啊是万丈千岁爷降价来指示啦，也过吼差评吼伫咧桌顶安怎写呢？大家拢参袂出来其中的含义啦。当大家吼咧苦恼的时阵啊，其实向诸位讨来一杯水，唔知影要创啥物咧？莫慌太岁呀，起志啊，不仅你是阮这个所在，恁制作单位，恁行到。因为你为人行到各台湾各个里头各国的所在，不能去，不能小看。你唔通看是物件小小，水是风平浪静，海面正平。会去就是春秋飘逸之心，啊，你就是有迄个意外是发生，就是安种种之事，你唔通看伊无。虽然是穿啊破破烂烂，但是看着正无好看，认为这个人是无什么大嘅作为。要甲天时之意，我甲你点一下。今仔日咱的含义也是，伊是传承咱中华文化是真好的节目之一。所以唔通有起之心、种种之心，各行各业、各国各个所在，你就去铭记在心，对恁也无歹。好。这个了解天水的是讲，只是讲恁这个节目传承咱中华文化，是一个足好的节目。啊，咧制作的当中，一定是上山落海去都市去增卡去，王家野外拢是搞惯的啊，到国外，啊，所以去到每一个所在，拢爱小心翼翼。我知道，谨慎。我知道敬天敬地敬山敬水的意思。敬山敬地敬山敬水。觉得这个地方越没什么，心里就会疏忽些什么，是导致很多事情会来。所以要小心，对不对？报道新大传文化，
万众福安定人心啊！这是万众千岁吼，一路来开张牌啦。伫咧三坊路角遮，万众千岁都是财神爷啊！伊甲观音妈同款吼，不但是保庇所有的人啊，出入平安，嘛会庇佑大家吼出海掠鱼啊，会当满载而归，甚至吼还佫有船长啊，啊甲千岁爷请上船去坐船哦。船长，你是咧走船的吗？你走足外围的吗？诶，我咧算咩啊？算远洋的。多远啊？从横到大溪地。大溪地地对。地理课本有看过。东太平洋，大溪地就过就是大西洋啊。啊，唔着我美国遐吗？是吗？对，美国过来。新兵有甲你保庇啥吗？还是你有请新尊？因为我买啊吼，到做船长啊，买啊，家己搁有经营渔船，我一路海上，阮的渔船内底拢有服务台，蛮忠诚船。阮的船啊，去到遐时阵啊，拄着困难还是抓无鱼哦，拢会甲指示啊，我甲护请，阮讲做护请，三支又甲护请，变到三个。啊，伊拢会有做船长一个领干，开始在抓鱼啊，都拢抓有啊。哦，可以力量，还是可以一个方向？方向啊，搁灵感拢有，拢有。讲要去倒抓安尼，也拢甲点一个安尼啦。安那点啊？刚好请着船，船啊咧开开到一半哦，船咧有人咧甲叫，爱着停个啊，啊着甲作业去啊，啊着拢。啊，因为我知影咱小路古家大家长算是讲结婚时的观音嘛，观音妈妈，对，啊你敢会去加盟？嘿，我嘛是，为啥会去加盟啊？哦，啊你嘛是加盟掠鱼的代志。嘿，万种千事，较无闲的时阵哦，我咧找观音妈。我无请示观音妈，我就讲一摆一片，看是要请示东边啊，落西边啊，落，哦，啊来个啥经纬度哦，哎，有些伊若好，伊来请示，哦，啊，你照伊个方向去，啊，拢聊。讲到遐详细啊。对啊。下次来拜拜。所以你嘛是来求财的吼？不是，求老公平安顺利。在哪边工作？他在大海上，他远洋渔船，他已经快两年没回家了。两年哦。对。好。您的陪伴啊，老公，我想你，我爱你。爸爸，我爱你。经纬度呢？那个没办法，那个是一个很标准的。那是船长，恁伫个海上，伫个彷徨啊，要安怎？较早进前无迄个电话、卫星电话，拢用 SSB 来联络。哦，啊，就讲啊，这拢电无线，啊，无你来请示管理员嘛，是蛮正确。看在。也伊在一个所在了，吼啊厝的人去清洗，啊就联络个报位去，吼啊报迄个位置对啊，经纬度报你住伊，爱重点吼，拢会派加码，派加码吼，啊写你的指示讲互你准啊名，啊差不多经纬度几度，对不吼，啊向在一个方向，啊小气，阮在这放加码，快马加鞭告你啊，哎，这就是今麦人咧讲的化资源呐，对不？化资源，喊资源呐，哈哈哈哈。万众千岁也是某一颗阎王的时阵呢，被大千岁升铁凤做万众元帅，后来啊，才被铁凤做千岁。相信吼，伊的神威啊，嘛是真灵验。相传呢，往年小琉球的时阵啊，常常拢是抓到头一尾乌托洛，迄只船顶吼，就是有供奉千岁爷灵仪啦。这一定吼，就是千岁爷有保庇啊，予出海抓鱼的大家呢，拢会用啊满载而归。哇，大姐来拜拜，拜大众爷伯，对，拜这么多东西哦。对啊，啊，我知，大众爷伯啊，这吼就是求财的，所以你嘛是来求财的吼。不是，不是，不是，对，求老公平安顺利。平安顺利。对啊。在哪边工作？他在大海上，他远洋渔船。远洋哦。对啊，对啊。远洋出去不是要几个礼拜、一个月都有吗？他已经快两年没回家了。两年哦，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今年没办法回家了，要到明年英王前才回来。啊，加上疫情更久、哦。对啊，就没办法回来。啊，可是不是啊，现在疫情不是就是你回来然后隔离14天就可以。可是问题是坐飞机危险，他回来隔离14天，休息一个礼拜就要回又要。哦，对，又要飞回去。那这样他两年一直在船上，那比如说吃的啊，还是那个船总是会没有油。补给船。啊，油就是油轮。啊，你两年没有看到老公，不会想他吗？是会想啊，可没办法，要赚钱啊。啊。对啊。那你们会不会讲电话？我们会打卫星电话。卫星电话。卫星电话。对啊对啊。啊，不能用网。啊，不行，因为在大海上没网。没收讯。哦，没有没有没有。你记得吗？我们只要坐船。超过15分钟在海上面其实也是没什么收讯的，我没有注意到更何况在远洋。
对。你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他？晚上吧。哎，小朋友在家里。我只要当兵一个月没回去，我家人就很想我了。我知道家人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说晚上会打电话？对。有去啊，死一个啦；无去吼，死全家啦。所以有的讨海人啊，拢是用这句话来安慰家己啊。只要肯打拼，全家伙啊吼，都有饭通吃啦。要那是吼，出去到外海去啊，电话吼都联络袂到咯，只用的吼靠这个卫星电话，跨越无情的海洋。所以吼，全家伙啊，上界期待的时阵啊，就是卫星电话吼接通的时阵啦。大姐。晚上了，重要时刻来了，弟弟，干一杯，我们要来庆祝一下。庆祝？对啊。为什么要庆祝？带你到爸爸通电话啊。哦。对啊。哎，我第一次打卫星电话哎。我有听妈妈说过年的时候打过，你跟她通电话上次是什么时候？没记得。没记得啊。我不常打。你不常打。都是我在打。感情妈妈你有集齐吗？那会不会到时候儿子也出去一次出去两三个月？没差，他喜欢就好了。那些小朋友他们高兴就好，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让我都 OK。今晚就想爸爸，起码还好，还可以了，还可以。你不要不好意思讲啊，你想爸爸，你讲男人呐、啊，会惊嘛、啊。哦，哎呀，但讲电话，我看伊安怎面。你最辛苦的款。喂，您的陪伴啊？那个宝岛生人带主持人，要让你讲两句啊。你是讲啊，我会紧张啊。你什么？宝岛神很大的主持人香蕉，哎、欸，阿哥我阿白啊，阿哥你好，啊弟弟啊，弟弟就想你，伊无讲，我替伊讲，等一下哦，伊要甲你讲话。他这个会有两秒延迟，对不对？延迟，好不好？喂，安诺啊，安诺，别这样鬼啊！呀，你别滚啊！啊，你不要逗我呀！我要关于你的那个聊的家的时间时间就过头啊。因为吼、哦，卫星电话钱啊非常贵啦，咱吼、哦，让弟弟赶紧的对爸爸表达情感好啊。不要你讲，爸爸你有想我无？有啦，我太会想啦，啊，就我嘛会想目标，那我肯定会想啦。我嘛真想你耶，爸爸，我爱你。我哪爱你啊？你两个男人呐、啊！我你嘛，我你讲啦。您做囝无滴耶？你昨天和您囝讲话，一点无啥真。哈哈哈哈哈哈！有人跟人讲啦，你去叫化妆那个人去啦。哦，好啦，伊啥物无用，啥物无用。你可以一个，老公，我想你，我爱你。我爱你啊！哈哈哈哈哈！拜拜拜拜。讨海人吼，真正真辛苦啦。唔啦，干那是要对抗海上的风涌哦，还怪钓鱼啊，满载回来，真正是吼压力啊，亲像山遐尼啊大啦。这哦，就是小琉球人的韧性甲坚强啊。严哥啊，伫咧小琉球还阁有一件代志呢，予我真好奇，就是即马吼，唔是只旧历七月初一吗？是安那吼，遮尔啊侪人啊，拢咧准备奖品啊，是要开始普渡啊是毋？哈哈，这个时间敢袂伤早？拄只是大树爷开工了，就随要开始团拜。安尼讲呢，伤紧，还是原本拢安尼？原本就是拢安尼啊，安尼团拜了后，啊，又得去见好兄弟，去夜饼。阿妈，不是啊，今仔日才七月初哦，才得去普渡哦。不是，较早七月过就会使啊，上万到二过啊。因为我有听大家人讲，哎，观音妈赢头前的，啊，王爷庙赢后边有吗？王爷庙就二九上。我就好奇，今麦看到迄技工师傅啊，在跟人家讲话，他们现在在干嘛、啊？现在是在交代事情，对、啊。现在嘛，他、是有好像他的运势不好，他是有帮他算到，然后他现在就来跟他交代的。不是啊，你普渡的这個月份，不是无咧这届的吗？哦，是，我
无做到咱是拄好一个月是大事啊，落来才做主啊，普渡啊，事也是借着大事啊的迄个咱。哦，啊，讲伊一个月份是大事啊，事上大，到来做主，哦，啊来把这迄个信徒这盖。你看现在这个时间，这盖的东西。好兄弟其实也在享用对不对？因为拄只这公师傅啊，有领伊的烧酒，来加全部加持者，迄我全部拢看到嘞。所以有加持过，才这家。嘿，这帮伊开破。那我还有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问那个梦醒的阿妈，他说吼，你们这里有准备那个米龟。对，是大量的吗？对啊，这里没有看到啊，是很。是啊，很是米龟。阿妹们在你家啊，这家料啊，都有下面看米龟。哎，食咸酥鸡嘞，咸酥我就知。啊是哦，今晚做啥个哦？甲身体过好，调养好，平白红红车车进酒单。是啊，迄不是米皮，唔是米皮，是米皮。米皮。米皮。米皮是咱咧食个菜色。鱼肉饭那个。哎，对对对对。哦。啊，那配饭的物件，我叫米皮嘛。对，叫米皮。阮家小弟叫阮叫米皮。米皮。哎。安尼，咱等下吃啊，这盖料啊，搁有啥物看袂到？但这盖刷伊会去工商代志啊。伊会先读硕文，读书读硕文读三头了刷，啊来工商代志啊，所以会着。啊！哇！上家的好牙齿，做了啊，阮还是。刚刚才请他下来呢，阿蛋怎么来上照？对啊，刚刚梦醒阿妈说，你看，阮家跟我刚班位无同，阮家就紧的哦。哎呀，全部都准备得很好。我说很快是什么意思？很快来吗？不是，是整个流程，对，很有效率。就这样，哇塞，那真的很快耶。对啊。有特别要注意什么吗？就因为咬痛那时阵哦，咱卖站起来遐夹，那痛啊慢下来，咱来跪的，哦，啊，伊痛啊那个涂骹了后，开始敲，啊，无你会夹好兄弟个枪的物件。不能直接空中拦截，要等他掉地上。哎，迄叫枪啊。嗯，袂当枪，爱有礼貌。开不开心？在哪？太疯狂了！开不开心？兄好吗？好高兴哦！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庆赞中原原来是这样庆赞，对，大家都很开心啊！对啊，太棒了！有丰收吗？你有很棒吗？哎哎，这个比较少，这个给我们。哦，谢谢，谢谢，让我们穿。看你的战利品好不好？哦，你也是慢慢来，慢慢来就好。我在后面，我在后面。他在后面啊。对了，刚黄奕。我讲黄奕，谢谢，赞赞赞。哦，不是捡那个那种贪吃鬼啦，我们是捡那种心满意足的。对。哦，真棒。好开心，你要借我装一下吗？全部给你装，我再带回去。没有，开玩笑的。在咧正人吼，当咧研究小琉球普渡仪式的时阵啊，济公师傅呢，雄雄来降价，一降价就来到金州个阿伯的身躯边，马上就指示两位爱注意什么所在哦。我讲，师傅来讲，安尼你就惊。啊，我讲，爱食咸酥鸡都咸酥，我就知。啊是哦。今晚都食个哦。甲身体过好，调养头型，把红红车车丢丢单。汉药你唔捌咧食嘛？爱食到你最想要减肥嘛？哇！乱说。我讲我拢失败咧。啊，所以啊，暗时啊，就袂堪去捌第五脏六腑咧枵啊。这点我用。阿边呐，阿恁几个兄弟，每一个负责的业务讲，各有千秋。哦，就这样吗？有风的美丽，就是我平常是我中了。中路，伊对着我们游客应该的是欢迎。这音面的问题嘛，各音面，各伊遐的考虑啊，有人追求啊，有人追求哟。
有吗？你唔敢讲，因免起诉听。你欠什么人的情节，你就一定要还人。啊，你有人会来付，你放心。好，我爱注意什么无？你今年几斤？我今年32岁，我少龄的。少龄的，敢对？做代志有头无尾，你即摆还是一件这条，啊，坚持入去。好。唔忙，唔好无咩，因为每一个人会拄着逆境。我们在休息，跑来点我，跑来跟我说恭喜，恭喜！我也想说，是说我买房子吗？你就请哎，讲话就请哎，你骂我的狂吗？夸奖，啊，我有点害羞。可是他讲你也蛮准的啦。对，有点吓到。啊，只是说有男生在追求这件事，你也没跟大家聊过，真的有过。有啊，有啦，有很明显的知道在喜欢你的，有明显知道的啦，但是就是会考虑很多。干破山吼，大家呀，甲大树爷送去化掉以后呢，普渡啊，就算讲是结束了。也不过吼，想袂到讲济公师傅啊，选入去庙内面，阮当然啊是袂用个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赶紧的入来庙内面啊，甲济公师傅啊，好好啊开讲一下。详细个探听吼，才知影讲师傅呢，原本伫咧五龙山的红山寺，因缘聚合之下，由朱家请来小琉球者，全伫只住落来。话还袂讲完呢，师傅哪会搁咧换家姓啊？敢讲是搁有新名要降家姓？哈哈哈！哎呀呀呀呀呀！哎，说就说，我的从中出生。原来吼，只要有六位济公师傅的灵啦，每一位灵降驾落来的时阵吼，穿的袈裟甲帽仔的色水啊，甚至是讲吼爱啉的酒拢无同款哦。唔知影讲吼，较等下降驾落来的是倒一位济公师傅咧？师傅乃是天台山天台宫文殿小喇嘛，洪恒师李师傅，李师傅嘛。啊，恁恁个兄弟，每一个有一个也无讲。各有千秋哦，真的有远的美丽，就是乌面相师我中路，药师中路，伊自称中路，伊对药师有个阴开的另外的大师我啦，伊地理嘛是加眼捌着看，三师我而且如何，种种有各有千秋啦，不同的啊，啊，千秋你啦，你啊专门什么，伊专门什么会？你不要不来，我爱你，我爱开草皮嘛。做赶快的，安尼条，我讲安尼了解。我的兄弟就是安尼入去，亲像呢，我你说啊，我青菜都如何？我来含饭，我人称这种人。广山龙啊，黄甫千岁就是龙吟伯伯之后被册封为神明的故事，也很特别。对啊，这次来到小琉球啊，我就发现这的民俗啊，是一挂习俗啊，跟台湾够淡薄啊无同。是不是亲像土地公？对，土地公在咱台湾，我对伊的印象就是一个敢李长辈。可是来到这边，哇，这里的人把他。就是神格，骨头大庙，对，啊，佮管财神又管游印公他们。像是来到小琉球，很多人都说来这一定要玩水，嗯，啊，一定要骑摩托车跑来跑去。对，我觉得我们来到这边要有民俗文化的深度旅游，年轻人也可以参与嘛。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神奇的是，你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又有导航，有卫星，嗯，可是那个远在美国那边的渔船，哦，马西龙。心拢伫咧沉水里面，伫心里面。而且你即摆你看哦，即摆的时代啊，迄导航啊、卫星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都已经发展出来了。对。啊，不过像迄远洋的渔船啊，他们其实还是会供奉神明，无论是沉水啊，还是遮的观音妈啊，伊拢有拜拜，啊，甚至请一只尊点来保庇平安。环境再不好，心里有力量，就是可以往前。
时代在进步，科技啊也日新月异了，但是啊，在这个只有6.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却还是保有了相当完整的民俗文化。像是啊，船长在捕不到鱼的时候，会请家人啊去问观音娘娘往哪一个经纬度去才捕得到鱼，或者是普渡的时候一定要让好兄弟先吃饱，因为来者是客，而且每每准备的呢都是自家的拿手好菜。这除了是一份属于小琉球的待客之道以外啊，对于小琉球人来说，这么多的神明在庇佑着大家，我们也千万不能怠慢他们。接下来3年1颗的小琉球迎王将到，不管多远，小琉球人啊一定会赶回家，因为这是家乡的大事啊。就让我们好好期待这个让小琉球人非常重视，比过年还要盛大的盛典到来。好料，你就尽量甲吃。